你有本事在我们藏了我。我就是没本事啊，怎么样嘛？那你没办法了。牛逼吗？这话我没法接。啊！我靠！我这话就好听。对吧？那个丽敏，你问一下他有没有趁老牌拍，他要今天认识还趁老牌。嗯。嗯，快点快点，我要下，等着你这电话下班。嗯。我就等你吧，老师。怎么老是这样子打错，是这样子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看我打就没有，你们一打就有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看。这就是去走，不得你个亲，请你去染头发。好的。哎呀，早染好吧，这样染吗？别别别，这样才觉得我历经沧桑。看你妹啊，历经沧桑。等一下，我这是发给外国客户的，把你们说的脏话全部给录进来了。什么？你还录视频？对呀、啊，告诉客户怎么用。160，160，不要这样子哦。这样我有可能帮忙男主角。